好啦，小女孩呀有危险啦，我呀要帮助小女孩从鳄鱼口中呀把小女孩呀给她救出来。来来来，什么情况？这怎么还有电呀？在这里呀我不能伸手把小女孩拽上来啦，那我在这里伸手把小女生给她拽上来。哇，终于成功啦。啊，什么情况嘛，这怎么还有一个小女生遇到危险了呢？今天呀我就是来英雄救美的，所以呀我今天也要把这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呀给她救上来。又成功啦。我去，这一次怎么还有一个金刚呀？这一次还能不能英雄救美救出这个小女孩呢？那我也要试一试，我必须把小女生呀给她救出来。怎么样，火柴人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呀？我们呀继续帮助火柴人救出小女生。我们在哎上面来，哎啥情况，怎么没有救上来呀？难道是我的路线走的不对吗？那我在这里走还不行呀？那不行，我呀还是要继续来救小女生才可以呢。哎，我们呀从这里从这里，哎这一次看看能不能救出小女生。哇，成功啦。不仅有金刚还有恐龙呢，吓得小女生呀都瑟瑟发抖了呢。来来来，这一次也不例外，我们的火柴人呀继续来救小女孩。哎呦我去，我是正义的火柴人呀，我呀只英雄救美，怎么还让我帮狗清理粪便了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嘛？哼，那我清理就清理吧，不清理他也不过关呀，我直接从这里过来。哎呦妈呀，什么情况，这里还有电呢，那我还不能从这里过啦？哎，我呀要从这里过，我呀可是一个长爪爪，嘿嘿，这一次能不能行啊？哎呦我去，好臭呀。夜深人静啦，我说呀你就别再看书了。哎呀妈呀，我们呀要睡觉啦，快快快，我们帮助这一个，哎把灯呀给它关上，这灯呀也有电，什么情况嘛？我们呀从这里过，在这里哎也不能关呀。天哪，这下我们应该怎么关灯啊？我们不应该关灯吗？啊，难道我们把他的书给他拿下来，这也上不去呀？哎呦我的天，小样的，我还整不了你不成？哎，我呀在这里过来把你的书呀给你薅走啊。什么情况，怎么还是没有过？哎，他也过不来呀。啊，在这里挂住，哎呀不行，又被电到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气人了，大半夜的不让睡觉。